好，我阿欣。今日嘅话咧，带大家睇下我哋坦洲嘅笋盘系列啊。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个项目叫做津澳春城。咁呢个项目嘅话咧，一直以嚟都好受各位朋友仔嘅中意嘅。咁今日点解过嚟睇下呢？就因为咧佢双十一嘅话咧，津澳咧推出咗我哋嘅呢一个啦啊低首付分期政策。然之后嘅话咧，仲有买楼贴房保喎，咁笋嘅嘢点可以错过嘅？今日带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啦。你好啊！而家嚟緊我哋咧，津澳春城呢個項目，而家賣緊係我哋津澳四期嘅柏悦嘅36棟同埋38棟啊！我指向個位置。咁38棟呢邊啲貨咧，有80、85同埋115嘅。咁我哋有毛坯啦，同埋精裝修嘅。咁佢個價錢，毛坯嘅話低至有14000多，特價都有嘅。我哋精裝均價15000多起啊！咁現場嚟喺我哋樓層咯。咁而家36棟。呢邊嘅話有71、86同埋117啊，加埋個橫廳設計94平方嘅。咁而家啲均價嘅話，基本上都去到15000多咯啊。如果現時雙十一我哋而家活動嘅話，有我哋個房保政策。如果例如2到3房咧，我哋一個月啊可以報最高補貼2000元一個月，4房去到2500元一個月，房保政策要到延長嚟，我哋再同大家解釋一下，最少一年起嘅啊，即係最少都可以保24000。係咯係咯，最少24000，即係房價裏邊減24000。冇錯啦，你可以換物業費或者可以抵房價都 OK 嘅。哦啊。而家現時我哋有一個貼息活動，如果爭取啲想啊低首付上車嘅啊朋友們咧，你可以過嚟啊！我哋而家貼息3年啊，即係嗰個低首付政策係點樣嘅咧？啊，我哋咧呢啲詳細咧就嚟到現場了解啊！咁我哋最低係7點，即係已經做到5.98萬起嘅2房啊！咁如果3房嘅話，就去到7.9萬起咁首付係啊，即係7萬我當你5.9萬首付或者7.9萬嘅首付，然之後剩低嘅就可以做，可以月供，即係全部月供，跟住供幾年最長？我哋可以分幾年，5年咁樣。5年，跟住如果你5年嘅話，咁佢就前3年就貼息，開發商貼息。係啊係啊。哦 ，OK， 明白。嗯，咁而家嘅話，雙十一而家活動都仲延續緊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啲所有啲房保同埋貼息政策好快就會收翻，所以如果中意嘅朋友要趕緊時間啦。好好啊。Thank you.
大家睇下啦。嗱，而家賣緊嘅就係呢一座啦，38座，同埋嗰邊嘅嗰個36座嚇。咁呢幾座嘅話咧，可以見到已經係封曬頂，外牆都整完噶咯喎。其實佢就真係內部裝修嘅，好快嘅。係。但係佢交樓期咁長嘅原因係咧，佢要呢一期咧全部一齊交樓。所以佢交樓嘅時間就會長一啲，但係大家可以見到算係準現樓嚟㗎啦，係啊。咁中澳嘅話咧，佢呢個開發商咧喺坦洲咧已經係即係開發咗好多年㗎啦，喺坦洲嚟講係一個龍頭開發商嚟嘅。並且咧，佢除咗我哋呢個中澳春城之外咧，佢仲有好多個項目嘅中澳新城啦、中澳麗珠花園呢啲代表作啦嚇。咁呢個開發商喺本土就好出名啦。咁佢嘅呢個小區入住率都唔差㗎。而家我哋見到38座嘅話咧，這個咧就係嗰個大堂。全新升級啊！係啊，大堂入到嚟其實都幾靚噶，我覺得裝修風格唔錯。係啊，佢係一個啦兩梯六户嘅設計嚟嘅，因為佢有啲細面積啊，80方嘅呢個三房啦，85方嘅三房兩衞，跟住同埋咧115方嚇38棟就係呢幾隻户型啦。咁咧36棟嘅户型嘅話咧，又係唔同嘅。咁我哋今日一次過睇曬佢。而家睇嘅呢一個嘅話咧，就係85平方嘅三房兩衞，非常實用嘅一個户型嚟噶。呢個户型嘅話咧，係我覺得佢嘅設計啦係好實用，同埋嘅話咧，你會覺得買呢個單位物超所值。85方做到2個衞生間啊！一入嚟嘅話，我哋成個咧3米6開間嘅廳啦，進深有成7米。餐客廳一體化的設計，進深有7米，所以呢個空間是很闊落的。你看下廚房，呢個是我重點推薦的地方嚟。喜歡煮飯的朋友就有福了，呢個廚房是不是很大呢？咁其實你而家見到嘅咧係佢改動咗嘅創意樣板。佢到時嘅話交樓嘅時候咧，廚房是有一個露台仔㗎。哦，有露台嘅。雙露台設計嚟嘅，85方可以做雙露台啊！有你嘅生活露台同埋景觀露台。哼，景觀露台不得了，你睇下。咁闊嘅呢個空間夠唔夠大？闊比正常啲單位闊好多喎。依個闊度係足以擺放到一張麻雀台嘅，你可以日日喺度開台啦。你望出去嘅話咧，我哋呢一期嘅景觀咧就同前面嗰幾期唔一樣啦。前面嗰幾期咧係我哋嘅呢個東南亞嘅度假園林風格，係咪？呢一期係新中式風格。新中式又唔同噶啦。亭台樓閣，到時候你嘅園林就有呢啲。亭台樓閣，佢而家就鋪緊啲水泥，開始整綠化啦。冇錯，唔同嘅園林造藝。咁嚟睇睇房間啦，佢嘅房間，我覺得佢嘅主人房係好出彩嘅。嗱，呢度係工位位置啦，佢係一個啦乾濕分離嘅空間嚟嘅。咁然之後，兩間客房面積雖然唔大，但你而家見到嘅呢間都送咗一半噶啦。哦，咁都送一半啊？係啊，贈送咗一半面積噶啦，主人房。佢嘅設計我覺得好正，因為一入嚟嘅話咧，你嘅衣櫃啦，你成排可以做衣櫃。如果你需要梳妝台，可以放喺度。但我覺得成排做咗佢衣櫃最好。跟住衞生間，好好啊，唔對嗰個牀，好講究。然之後你再睇翻呢個擺牀嘅休息區嘅位置，係咪好闊落啊？係。L 字型嘅飄窗采光，你嘅梳妝台可以放嗰度。啊，咁嗰啲地方啊，利用得好好。係咪利用到盡曬啊？呢個户型我真係覺得係買佢嘅話物超所值咯，85平方嘅空間做到3房2衞，仲要雙露台，超正，首推。115方嘅話咧，佢係單邊位嚟嘅。但凡咧，你買嘅情況下咧，呢條走廊仲可以自己用埋喎。屬於你啊！
正啊！呢、这、一個户型係一個四房單位啊，佢嘅優勢非常明顯，佢有一個六米一長嘅呢個大露台，雙露台南北對流嘅户型嚟嘅。一入門嘅話咧，呢邊係我哋嘅其中一間書房或者客房啊。廚房 U 字型嘅話咧，佢使用面積都比較大噶。哇、哦！呢、这個大好多。係啊，嗱，佢咧就動線好分明嘅南北對流嘅呢一個廳位嚇，呢邊係我哋嘅單獨嘅餐廳部分啦，跟住我哋嘅先睇生活露台先，呢、这個細嘅啫喎，細嘅露台都好吸引噶啦，因為佢一半面積係送嘅，加上呢一邊係望河景，你睇下呢個風猛唔猛？好通風啊！一打開。而家你喺三樓，所以你會見到下面啲鋪頭嘅平台，但凡高兩層都睇唔到，一望無際。你睇下啲風吹到，啲頭髮即時就吹起身啦！呢個先係打開咗一邊嘅窗咋嚇，哦，兩邊對流咗，哦，呢個仲勁，可以喺度打個關鬥，夠唔夠大？呢度擺到三張麻雀台啦喎！哇，最終賭波拉你啊！呢個露台有六米一嘅長度啊！由呢邊到呢邊六米一，南北對流。並且嘅話，我哋呢個闊景大露台咧，佢連接住其中一間客房。但凡你覺得呢間客房面積唔夠大，都可以封窗托咗佢出嚟，即時就變咗超大房。係啊，其實我可以，我覺得可以，即係由客廳加房間全部托曬出去啦，又多咗十幾個平方嘅面積可以用一下喎。呢邊係我哋工位部分。嗱，呢度就係連接住露台嘅呢個客房啦。我覺得托出去會大好多，大好多，多個衣帽間位。B B 房，主人房係個套間嚟嘅，咁咧佢贈送咗一個 L 字型嘅大飄窗位置啦。咁佢幫你打咗嘅，呢度可以擺張梳妝台噶啦。咁呢個就闊落好多，闊落好多係嘛？呢個係四房，而家目前嚟講啦，除咗大平層之外啦，佢而家在售嘅單位最大就係呢個面積段啦，115平方嘅大四房户型嚟嘅。咁而家呢個單位都做緊特價嘅。咁而家帶大家睇下我哋呢一個38棟嘅最細面積段單位80方啊，你都會有驚喜㗎。咁呢個就係80平方啦，佢可以做到三房喎，80方做三房，你係咪覺得好驚訝呢？喺户型圖上面睇起身，佢贈送面積都好多下噶。咁而家你見到嘅咧，就係我哋呢一期最新嘅一個交樓嘅標準嚟噶，見到都係交標。呢、這個裝修風格 O 唔 OK 啊？偏簡約少少。簡約風。簡約又大方，放家私就好好擺啦。你想做點樣嘅呢一個設計都可以。咁而家你見到嘅呢啲都係廚房嘅三件套啊，呢啲全部都有齊噶啦。嗱，我新縮嘅水龍頭啦，雙星盤啦，然之後呢度仲會有一個贈送咗一半面積嘅生活露台俾你放洗衣機啦。上面咧你可以安裝一個新縮架咧，用嚟晾衫，咁樣就唔會影響你嘅呢一個景觀露台嘅景觀。哇！呢個風超猛。你看看這個景觀露台，80方有這樣的大露台，你去哪裡找？非常高贈送率的一期，這邊還要是望河景的。哇，這邊沒有遮擋，很漂亮，毫無遮擋，有高樓層還漂亮 fit 啊。我覺得80方的廳都很闊的了，是的，夠了大。咁呢個同85方最大嘅區別就係主人房少咗個衛生間。哦，係啊，個
個格局係差唔多嘅。格局基本上是一致的啦，就是主人房呢度最大的區別，少一個衞生間同埋入門嗰個位置少咗個衣櫃位，少咗嗰排可以擺衣櫃，所以你只能夠喺呢個地方揾擺衣櫃嘅位置咯，就細啲咯。但係景呢個景觀啦，同埋個採光就好 OK 啦。採光可以啊。完美。好。一期嘅採光都好正。好正。咁我哋而家38棟嘅户型就睇曬啦，再帶大家睇下我哋36座嘅。呢個是我哋目前賣緊最細面積段嘅單位啦，71平方，係一個兩房嚟噶。咁我哋入嚟睇一睇啊！就算係兩房，送嘅面積都唔少噶。呢邊一入嚟嘅話，你見到我哋嘅廳位開間啦，我覺得其實同80方差唔多闊嘅啫。差唔多嘅。佢就係短咗少少，係咪？短少少，即係餐廳部分縮細咗啲咯。你睇下呢個廚房，71平方有咁樣嘅廚房咧，都係咪覺得好神奇咧？仲有一個露台添。是啊，還有一個大大的生活露台啊，70方做雙露台。好，你就算是它的景觀露台，它都不小的，即是它不長，但是它寬。你看看。是的。這裡都是望河景。望河景。它就更加貼近河邊，到時我們那個河邊它就會改造一個河堤公園的，那就是望公園景。它是兩房來的，中間部分就是工位了。見到的都是我們的家樓標準啦，它和80方的這個主人房的大小差不多。其實這個性價比都挺高的。是啊，這個總價就會比較低，大概的話它總價去到120,000左右。可以啊，這個這個空間其實是 OK 的，如果你是買來偶然住住度假啊，咁樣或者係一兩個人住嘅話，呢個係一個比較唔錯嘅選擇嚟噶，實用性又夠強。咁我哋嚟睇一睇我哋今期嘅呢一個36棟最受歡迎嘅橫廳單位啊，94平方嘅橫廳户型，基本上係冇任何浪費嘅空間嘅，全部都係實用啊。我哋整體嘅呢個橫廳咧，就去到有成7.8米噶啦，然之後嘅話咧，我哋嘅呢個空間啦係非常之充足嘅，房間數量亦都係比較多嘅。咁廚房到時嘅話，佢唔係開放式嘅嚇，佢係封閉嘅形式嚟嘅。而家只不過係一個創意示範，嚟睇睇我哋贈送咗三分之二面積嘅呢個咧，有成4.5米長嘅大露台啊！呢邊就係朝南向，到時咧就望園內景。咁我哋整個樓間距嚟講咧，有超過差唔多接近70米噶啦。陽光非常之充足啊！哇，佢改咗一個衣帽間出嚟喎。哦，呢個可以。但實際上你可以做一間客房啦。咁我哋主人房嘅話咧係個大套間嚟嘅。呢個主人房好特別咯，佢可以做到南北對流。南北對流唔單止啦，我非常之欣賞佢呢一個飄窗位置啦，因為你可以放一個小梳化喺度。如果有少少潔癖嘅人咧，翻嚟又唔願意即刻沖涼咧，又想瞓住玩手機，我覺得就可以坐喺度啦，就唔使坐喺張牀度。你睇呢個空間感係咪好好啊？呢個 OK 啊，呢個整體嚟講嘅話，佢全部過渡咧都用作咗佢嘅個客廳部分，所以佢冇咩點樣浪費嘅空間啦，又滿足到你嘅呢個實用性啦。然之後嘅話咧，佢贈送面積又夠多啦，廚房夠大啦，露台夠闊夠長啦，主人房仲要做到南北對流啦，咁特別嘅主人房亦都係比較少見嘅。咁呢個户型嘅話咧，目前咧只有36棟係有噶，所以都比較少比較少嘅呢個單位可以選擇嘅。如果中意呢個户型嘅話咧，就要盡快出手啦。咁
啦。咁我哋今期嘅話介紹我哋中澳春城呢個項目就介紹到呢度。現時嘅話咧，佢除咗雙十一啦有好多嘅特價單位之外啦，價格都仲可以再傾噶。並且嘅話，佢會贈送咧我哋嘅呢個房保啊，房保即係話可以喺房價裏面減免啦，最少減免一年。如果按照2000元。一個月咁樣嘅呢個減免嘅情況嘅話咧，一年最少可以減24000。咁如果係大面積嘅話咧，更加係可以高達咧一個月減免2500咁樣嘅房保。所以面積越大減得越多啊！並且我哋首付亦都可以做埋分期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加詳細嘅呢個置業計劃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繫阿欣啦。下期見。